跟大家说说地平线母隐藏的十四个车房宝物在哪，这十四个车房宝物对应十四辆车，要另外购买藏宝图才能知道宝物的正确位置，不过藏宝图我已经买了，所以位置分享给大家。顺便跟大家说说怎么找比较快，现在车房宝物的位置如视频所示，视频里紫色的图标正是宝物的位置，大家去找时记得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可以换一辆四驱的越野或 SUV， 这样遇山过山遇水过水，找起来就会快很多。目前我已经发现十三个宝物，还有一个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不过有些奇怪，这个没有在地图上显示出来，我来到这个地方时也触发不了，可能是我的站场分不够，反正大家知道地点就行。地平线母目前送的初始车辆挺少的，大家要是有时间可以去先找找这些宝物，后续要是知道最后这个宝物怎么获得，我再另外告诉大家。